激战，世界上从此再无张德昌和陈真元。备好了，你怎么还不到啊？美酒虽好，但我去意已决。现在我只想拿到我应得的一份，就退隐江湖。咱俩喝完这杯酒，天涯陌路，江湖后会无期。好，那我陪你一醉，从此西出阳关无故人，来了就动手。是。老板，人来了。不好，拦住！走，快把他拦住！我是知名投资公司德诚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虚假盈利宣传为诱饵，私售理财产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件逐渐发酵。众多受害者中，资金损失程度较为严重的多为中老年投资者。据了解，德诚财富以法人张德诚为首的数名当事人均在事发前神秘消失，目前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黑帮火拼事件经过初步判定，与德诚财富的非法集资案有关。看来啊，这个德诚的非法集资案已经引发了一连串的刑事案件，所以啊，局党委决定把这个案件和德诚财富的非法集资案并案侦查。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证据，德诚财富在案发前的一个月，以投资的名义将非法集资来的1.2亿人民币全部转出，并且雇佣了大量的车手套现。目前德诚财富的受骗群众已经多次将德诚的各网点门店围堵，一名受害者因为借债购买德诚的理财产品跳桥自杀了。经过调查，德诚财富的三名主要股东张德诚、郭东、陈真元，他们是本案的主要嫌疑人。案发以后，三人均已消失。你是说这三个人和他们的资金同时消失了？是的，德诚账上的1.2亿人民币目前资金流向不明。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陈真元的身份经过我们调查是盗用了山区一个农民的，真正的陈真元目前还无法确定。同志们，看来这起案件是早有预谋的，接下来呢，我们一定要加强警力，尽快查清这三个人的下落，追回所有消失的资金。我们已经对张德成、郭东发出协查通报，展开了追捕。报告。进来。怎么样了？局长，张德成找到了。死了？张德成死了？张律师，能不能跟彭总说一下，再宽限我几天？江小姐，你拖欠我的委托人彭总的材料款已经超期一个月了。江小姐，我们先礼后兵，如果十天内你还不能还款，大家就只有法庭上见了。请转告彭总，我会尽快付他的钱。小雅，送客。我们已经抓到了一些涉嫌洗钱的车手，据他们交代，都是郭东指使的。那这个郭东现在有下落吗？他一年前才从戒毒所里出来，我们已经在他有可能出现的所有场所都布了网。这个郭东一个小混混，他怎么可能是这么大一个非法集资集团的股东呢？我觉得这里边有诈。我们梳理过案情，各位领导面前的案卷夹里有一些损失比较大的受害者的名单和背景介绍。蒋露露，海归设计师，他也是受害者吗？蒋露露是开发区引进的海归人才，回国以后开了一个园林设计工作室，第一笔业务就是帮德成公司做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园林设计项目。哼，这个人不简单呐。蒋露露是本案的双重受害者，不仅没有拿到设计费用，连德成门店装修的垫付款也被德成公司以理财的名义卷走，他也是本案的第一批报案人。这样，白江，你配合陆队对这个蒋露露再彻底调查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有关陈真元的线索。是，我立刻联系陆队。你果然躲在这漂亮的写字楼里啊！王发财，你想干什么？拿住！今天你不将我们的钱给我，你休想走出这个门！你别乱来啊！蒋老板，不是我乱来，我手下有十几号人，天天要吃饭，你不给钱，我怎么养活他们？我也没说不给钱呀，你看我又没逃是吧？哎，你看我又进了一个新项目啊，我马上就有钱了。今天无论说什么，你必须给钱！给钱！要不这样好不好？这个项目我还是请你来做，然后等他们的首付款一来，我就一次性给你们结清啊。当我是白杀你。住手！大毛。阿毛，就再帮我一回吧，啊！昨天晚上他们两个兄弟被人给打到医院去了，我指望你帮我出这口气呢。阿毛，我说了，我不干了，就这一回，行不行？只要你们打败了啊，我给你付双倍，阿毛，三倍，15万，好不好？赵总，啊，谢谢你啊，我还要去工作。你工作个屁呀！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干，给我滚！这是我地盘。咦？哎，你，哎，大毛，怎么还是那么犟呢？一言不合走人，回来！大毛，大毛，回来，哥给你赔不是啊！
我怎么这么傻呢？就信了张德成的话。一般来说，像这种当的，大多是一些老年人。江小姐，你难道看不出来这是一场骗局吗？其实德成财富这种庞氏骗局很明显，是我自己太贪心了。不像我是先期投入的嘛，只要在德成的资金达到高峰之前及时退出来，应该是没有风险的。你是怎么认识张德成的？这些我上次跟苏警官都说过了。我刚回国，投标的时候就报了一个成本价，没想到德成看中了我的设计，中标了。我把工程款交给他们做理财，也是想从中赚回失去的利润。我的业务并不多，这么做也只是想多赚点钱。据我们所知，张德成很相信你，他所谓的园林产业园也是你设计的。没错，开始的时候我也以为是他看中了我的设计，最后才知道他只是在骗我。我现在可以说是破产了，公司的人都走光了，就剩小雅一个人。小波，通知一下派出所，让他们处理一下。是，我马上联系。谢谢啊，陆队。不过这次真的是我欠他们的，就别再追究了吧。蒋小姐，你认识陈真源吗？大梦，今天早点回来接我。陈真源，我没听说过。陈真源是德成财富的大股东，你没有见过他吗？我不知道。我虽然和德成建立了合作关系，但是也只是和张德成有来往。他好像并不太愿意我去他的公司。也许他不叫陈真源，但他的确是张德成的合伙人。出于礼节，当然也是想得到更多业务。我参加过一些张德成的应酬，但是没有一个叫陈真源的。哦，小雅，把我的名片本拿过来。我一般参加张德成的应酬，会把新认识的人的名片留存下来，你们看看吧。谢谢蒋小姐的配合，为了尽快破案，我们可能还会再麻烦你。啊，陆队，如果调查有结果了，能优先考虑我的损失吗？你放心，结案后一切会按照法律程序公平公正处理的。大萌，怎么了？王发财，太过分了！到底怎么回事？大萌，你相信我。局长，
发现郭栋。在什么位置？南郊三河镇，陆队已经派人盯上去了。尽快行动，一定要抓到郭栋。是。报告陆队，郭东在三巷一个出租屋内，我们有一个人守着站。二中队已按时到达，守在南边的路口。三中队也到达指定位置，通过抓架，听人行动。是。郭东一直没有出来，屋里几个人不清楚。目前看来是一伙吸毒人员在一起溜冰。行动。先去趟厕所，别靠我牌啊！东哥，你快点！你哪那么多破事儿啊？你快点啊！大哥，咱俩喝一个。啊，郭总，有警察！小郭，进去！你跟我来。哦。报告指挥中心，三河镇发现毒贩，毒贩有枪。这么多年，我会把警察引过来吗？你给我拦着点。咱们大哥废什么话？咱们只要冲出去，才有活路。别怂了，快！来找我，是一个小伙子带着你的大爷。哎呦，行啊，飞姐，
你这老公才走没多久，就有小帅哥过来找你啦？我呸！你没听见吗？还有几个老大爷，可能是张德成那老家的人，不是来找我要钱，就是找医生看病，烦死了，搞得我像神仙似的。胡了，清一色。给钱，给钱。张德成这一死啊，我的财运是越来越好。拿去喝茶。谢谢杨姐，杨姐手气真好。哎，你跟那外面的人说，老娘没钱给他们，让他们滚。哎，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了。欠了多少钱？都是张德成这个老东西，把我害成这样。张德成已经死了。他是死了，现在害得我生不如死。你明天别去上班了，我想办法帮你还钱。你去哪儿弄钱啊？我自有办法。都在呢，局长，局长，哎，大家，怎么还琢磨这个案子呢？陆队和王小波在提审德成财富的财务人员，我就理一下思路。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想法？我在想，郭东死前说的话。杨飞是德成公司法人张德成的妻子，郭东死前为什么会提到他？案发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对杨飞进行过调查，可是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说没钱就没钱，你给我让开！这都什么亲戚啊，要钱还这么凶。静姐，局长好。怎么了？刚提审完德成公司的财务人员，陈志源的身份还是一个谜。我还没碰，你怎么就摸盘了呢？我摸了怎么了？您钱也不带这样的吧？再说一遍。杨飞，你给我出来！你谁呀？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你还我爹的钱。你爹的钱？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爹？我还欠你大爷的钱呢。你是德成的老板娘，德成欠我们的钱。杨飞，你们太黑心了吧！你们拿了这些退休老工人的钱，就这么躲了起来。我是说我哪来的龟儿子？搞了半天是被张德成骗的那帮傻子呀！骗了钱还羞辱人是吧？杨飞，我告诉你，再不还钱，我就一把火把你这都给烧了！长能耐了啊！你有本事去阴曹地府找张德成要去！张德成死了也得还钱！我告诉你，臭小子，我还想找他要钱呢！滚滚滚，出去！走，出去！滚！张德成几年前就和妻子不和，很少回家。可现在的问题是，
为什么郭东死前会提到杨飞？我们通知杨飞来认领张德成尸体的时候，发现他对张德成的生死并不关心，他只是一个劲儿的在问德成的账上还有没有钱。我看啊，这样吧，明天上午啊，哎呀，还上午呢，这天都快亮了。这样，大家先抓紧休息，一会儿呢，再传唤一次杨飞，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突破口。是。啊，抓紧休息。出去，滚！这个黑心恶女人，骗了退休工人几百万的养老钱，你还逼着我爹跳桥自杀，我跟你拼了！什么？你再说一遍，多少钱？骗多少钱你不知道啊？大姐，把钱还给我们吧，这可是我的棺材钱呢。报纸上说，你们拿了上亿的钱，求求你行行善，把钱还给我们吧。什么？张德成骗了你们这么多钱？张德成，你骗了上亿的钱不给老娘，你藏哪儿去了？张德成是不是你杀的？你这是说哪儿啊？你看我这样子，别说是杀人了，就连杀鸡也杀不了啊。他一死，警察就找上我了。这段时间不要打我电话。不该这样拿命去换钱。这是最后一次。可是你答应过我再也不去了。我也只有这一身蛮劲了。别说了，这二十万够不够你今天还他们的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帮我？
你不是也这样帮过我吗？别说傻话了，你把这些钱还了，你以后就可以好好的重新做自己的项目了。这些钱远远不够。说什么？你到底欠了多少钱啊？1.2亿。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你们还找我来干什么？你和郭东什么关系？郭东，他是我表弟啊。张德成这些年骗了不少钱，有钱他就给其他女人。我想找郭东帮我收拾一下他，没想到郭东这个白眼狼反被张德成收买了，成天糊弄我。张德成一直骗我，说公司的资金链断了，亏得一分都不剩。警察同志，张德成真的骗了1.2亿。张德成死前确实从账上提走了1.2亿的现金。什么？这是真的？你一点也不知道张德成的事儿吗？我们俩就不是一个林子的鸟，这些年我不问他，他也不管我，没想到这是真的。你觉得他会把钱藏在哪儿？这钱，这肯定藏在狐狸精那了呀。警察同志，还有事儿吗？大蒙，你想想啊，就这点钱，你几乎是拿命换来的。可张德成他们呢，3个月就卷走了1.2亿。你不会是想学张德成他们，设一个骗局吧？重复骗局，死路一条。你到底是在想什么呢？我现在越来越不懂你了。大蒙，你想想，如果我们有了这1.2亿，我们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露露，你没事吧？我很清醒，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张德成死了，但他的钱还在，那可是1.2亿人民币。露露，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哦，对了，前两天来的那两个警察，他们不会是来找你的吧？啊！看把你吓的。露露，人不能太贪心。很多人错的第一步，就是因为贪念。又触动你的那根神经了。好了，我也只是说说。我真的是想过一种平淡的生活。可有了这些钱，我们能过更好的生活。你不会真知道张德成的钱藏在哪里了吧？如果我真的知道，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去拿？露露，你别做梦了。露露，我太累了。杨飞是不是在掩饰什么？很有可能。不过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啊，郭东只是一个洗钱的车手头，真正能接触到钱的还是陈真元和张德成。这样，你对张德成的社会关系再进行一次彻底的排查。Thank you.
阿良，要不要算一卦？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叫阿良？我是大师，当然什么都知道。你是大师？你父亲是钢厂的工会主席，为了给工人谋福利，把钱都给了张德成。老梁主席是个好人，讨不回给张德成的钱，对不起一辈子的街坊，就从这里掉了下去。你真的什么都知道？我是大师，当然都知道。我还知道阿良是个孝子，想讨回这笔钱，替死去的父亲讨了个公道。大师，你真的是大师！大师，我求求你告诉我，我该怎么样回那笔钱？很多人都和你一样，想从死去的张德成那里讨回这笔钱。来，把你父亲用了一辈子的锤子给我摸一摸。我会让你父亲的在天之灵保佑你，替他伸冤。从目前情况来看，局长，发现有人使用了陈真元的身份证入住东桥宾馆。人呢？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以后，发现人已经不在房间里了。通过调取监控视频进行追踪，我们发现目标向城东逃窜。城东，走，去指挥中心。是。什么情况了？报告局长，东桥派出所的民警还在辖区内布控，其他人员均已向城东方向进行追踪。马上通知特警大队，立刻展开抓捕。是。特警大队，特警大队，立刻行动。停停停！前面有警察。你好，例行检查。这个是查酒驾的吧？放屁！大白天的哪有查酒驾的？那个杀人！站住！站住！站住！挂了！站住！指挥中心，天子大道二号卡点发现可疑目标。各小组注意，不要开枪。快追，要活的。泄气啊！我知道。虽说咱们这次抓住的陈真元不是德成案背后的嫌疑人，但他也是一个枪犯，咱们也是为社会稳定减少了一份危险因素。说说吧。目前，只有陈真元是德成案件当中唯一活着的重要嫌疑人。我觉得这也是一条线索。
蒋露露。对，从咱们的资料上显示啊，这个蒋露露在张德成死的当晚和一个未经实名认证的电话进行多次通话，而张德成在同一天晚上和这个号码也有过多次联系，这说明什么呀？可以说明蒋露露和张德成认识同一个人。嗯，并且这个号码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任何通讯记录。如果这个号码是陈真源的，说明蒋露露之前在说谎。虽说咱们不能仅仅凭这一点就怀疑蒋露露，但是咱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是，我们立刻对蒋露露展开新一轮的调查。好，大家分头抓紧吧。说了吗？明天到公司来拿钱。我现在就要钱。好吧，我刚好收了一笔回款，欠你的12万，我现在就给你。我要是一点而已，不是12万，小周。怎么样？大师，您真是大师，蒋露露果然被他们抓走了。跟上他们，不能让杨飞独吞了钱。可是他们人多。记住，不能报警。警察来了，钱就没了。他是我一个人，怕。怕什么？他们在明处，你在暗处。如果你想拿回你爹用命换的钱，就按我说的做。蒋露露，江城三中高中毕业，去了美国。江城三中，好熟悉的校名啊。哎，
还认识我吧？飞姐，你这是干嘛呀？好你个狐狸精，你还在装傻！再装傻，小心我刮花你的脸！说吧，张德成的钱在哪？飞姐，你误会了。我，你还给我装！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杀了张德成就是想独吞钱。乖乖的把钱交出来，姐姐饶你一命。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再说一遍，我是张德成的老婆，他死了，他的一切都是我的。你是他老婆，他的钱应该在你那儿啊。飞姐，这到底是咋回事啊？我发财，你也跟着我干了几个月德成的装修活，你看我拿到一分钱了吗？这倒是，每次都听到你找德成的人讨钱。王发财，你是不是也被这个狐狸精给迷住了？我告诉你，张德成早就被这狐狸精迷得神不守舍，这钱肯定在他那儿。飞姐，你真的弄错了，连我自己的钱都被张德成给骗走了。你还在狡辩？如果张德成的钱不在你那儿，你会一直缠着他，一直白给他干活？我那是被他骗的。我要把你的脸皮刮下来，看看到底谁是骗子。飞姐，这钱还没到手，不能杀人。哎呀，走开！杨飞，你要是敢拿刀碰我一下，你就永远都别想找到钱。我已经到了，记住，先干掉那个光头胖子，然后带着江露露来见我。切记，一定不能让江露露出意外。那是，钱真的都在江露露那吗？露露，在哪呢？你这个拳击手就是蒋露露的保护神吧？难怪他敢不听老夫的话。你是谁？你快告诉我蒋露露在哪，否则我马上报警了。报警？蒋露露只有死路一条。其实我和你一样，都是露露的保护神。要不这样吧，如果你能在天亮之前赶到老钢厂的三号车间，就能救下你的美人。喂，喂，看来陈真元说的没错，钱果然在你那儿。是陈真元让你们来的。什么陈真元、陈甲元，我不认识。既然是陈真元让你们来的，那我只有说实话了。没错，钱在我这儿。真的有一点二亿这么多钱啊？去外面看看，别让人发现了。在这里，鬼都没有一个，哪有人？小点声。这钱呐，我也不想独吞。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俩二一天作五，一人一半，怎么样？还有我呢！哎呀，你小点声儿，出去看看，别让人发现了。快去呀！原来是你的臭小子，你还敢到这儿来？杨飞，你这个骗子，居然想一个人独吞这么多钱！王发财，上！上啊！上！
我杀了他们，什么？你杀了蒋露露？哦，蒋露露没杀，我抓住了他。把他带来见我。不，但是我找他要钱。你敢不听大师的话？对，什么狗屁大师？你们都是骗子，你们都是骗子，这都是我的。 谁派你来的？ 你把钱都交出来，我就放你走。好，能收钱多少钱，我给你，我都给你。都给我？那我爹的命你能给我吗？我都听到了，你骗了1.2亿，1.2亿！现在我要你把这些钱都给我吐出来。你拿了这些钱，也买不回你爹的命啊！ 我爹的命，但是有了这些钱，我就能得到我爹也给不了我的尊严。不是，我没有这么多钱。哎，陆总，别怕，我知道你会来的。
通知全队，紧急查到蒋璐若下落。是。联系基层部门，全面检查这里，不能放过任何一丝痕迹。是。好点了吗？嗯。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大萌，跟我去个地方。去哪儿啊？一个让你疯狂的地方。走。走啊。现在的案情已经越来越复杂了，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人，蒋璐璐。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蒋璐璐却被一个神秘的人劫走了。阿良在医院醒过来就疯了，他只会说一句话，钱都是他的。杨飞还在急救室抢救，医生说他就算醒过来也有可能是终身瘫痪。通过在医院对王发财的突审，我们知道了杨飞是因为猜测钱在蒋璐璐那儿，才绑架了他。大家看啊，蒋璐璐工作室的季刊报告已经出来了，有人在蒋璐璐被劫持的同时闯了进去，打开了保险柜，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德成背后的神秘股东陈真源。这也就证明了蒋璐璐和陈真源之间有着某种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蒋璐璐现在已经十分危险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找到蒋璐璐，找到这笔钱，绝对不能再有人为这笔钱而疯狂了。是。是。这是哪儿啊？这是我刚创业时的工作室。那个时候，每天早上来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对着镜子跟自己说：要努力，要敢拼。那你每天下班以后说什么呢？神静啊，神静，你什么时候能让我赚到第一桶金？如果我要是在场的话，一定会说神经，神经病。是啊，当我自己都觉得我快得神经病了的时候，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张德成找到了我。张德成真的是你杀的吗？我倒真想亲手杀了他，可惜呀，他死得太早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德成财富消失了1.2亿，真的在你手上？
镜子是现实真实的写照，但对我而言，钱是真实的存在。可是只有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才是最真实的。露露，如果德成的钱真的在你手上，我劝你还是还给那些受害者吧。啊，如果我说那些钱根本不在我手上，你信吗？信。为什么？因为生命比钱更重要，你忘了吗？这是你说的话。高中毕业以后，我们的重逢竟是在那样的场合。你当时肯定在说，肖大猛竟然也沦落到靠打黑拳为生吧？我相信缘分，因为一时好奇才去的那儿，没想到竟然找到了你。你在找我？回到江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你。可是所有的同学都没有你的音信。我已经不是以前的肖大猛了。可在我心里，你一直是江城三中的风云学子。最后一次，哥哥，我是那种不讲信用的人吗？啊，不是，我找你，是一个叫陈真元的老头，他呀付了50万定金，他说啊，只要你打赢了这一场，就放过蒋露露。喂，你在听吗？这蒋露露是谁呀？值这么多钱？下一步，这也是你们主要工作。报告。进来。局长，我们对比过了，在蒋露露工作室发现的部分指纹是属于一个叫肖大猛的男子。肖大猛？难道是这个肖大猛劫了蒋露露？另外，照片上还有一个人的指纹不在我们的数据库当中。现在我们只有尽快找到蒋露露，才能让这一切真相大白。陈真元是谁呀？德成真正的老板。露露，你到底陷得有多深？你真想知道吗？虚，往往就是实。实。往往就是一场梦。陈真元他不放过我。张德成太疯了，
半年的时间就扩展了十多家分公司。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每天钱像流水一样涌出来。水满了，溢出来是会伤人的。你是说，德成有危机了？我们都已经沾了这趟浑水，擦是擦不干净的。不过呢，他们不认识我。谁也不知道你，我们可以上岸了。就这样，我帮张德成设计了一个园林产业园的项目。陈振元收买了郭东，悄悄地把德成的钱套现出来。然后你们就合作杀了张德成。不，大猛。你相信我，我没有杀人。我虽然恨张德成，但也只是想拿走一笔钱而已。知道陈振元的真实身份的只有张德成，他这是想用张德成的死来威胁我，让我永远都不可能摆脱他。你这是在与虎谋皮呀！我们说好了，钱一人一半。我也没想到他会杀人。看来我要去会一会这个陈振元了。大猛，你不能去。就算你赢了，他也不会死心的。如果你没有了钱，也许他就会死心了。不，钱是我的，这些钱是我们的。大猛，我们带着这些钱远走高飞吧！啊，现在还来得及。这些钱根本就不属于我们，露露。你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人受骗，有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吗？你觉得他们真的是无辜的吗？他们指着天上掉馅儿饼，他们心甘情愿上当受骗。是我呢，我付出了那么多，到头来却一次又一次的被骗。你是不会理解我对这些钱的渴望，也许我只有实实在在的看到这些钱，我心里才踏实，我才敢跟你在一起。知道吗？我为什么会斩断过去的一切？我不想知道我的过去，我想要的是我们的未来。可是我的过去就像你砸碎的这面镜子，它实实的照着我走向北。正要从警校毕业，可是身为厂长的父亲却为了钱挪用公款被人诈骗，导致工厂一夜之间破产。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恨钱，是钱毁了我的梦想，是钱毁了我的家。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发誓，只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露露，谢谢你，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是唯一一个还把我当朋友的人。大萌，这些钱在你眼里是不干净的，但对我而言，他们是我拿尊严和命换来的。只有陈真元知道钱在你这儿，也就是说，只要陈真元不向警察举报你，那你就是安全的。他不会举报我的，但他会像一条毒蛇一样，死死咬住我。那我们只要抓住了陈真元，把他和这些钱都交给警察，那你就可以摆脱这一切了。不，这些钱不能给警察。对不起，露露，我只能这么做。让我们送你一程，上！陈真元，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小心，肖大猛的报警电话说，陈真元劫持了蒋露露，正带着德成的钱向城外逃窜。好了，马上启动应急院，封锁所有出城道路。是。Thank you.
等警察对口。石头峰，按照说的办。走走，退好。我就知道，你一定不换你当年的。我虽然没能穿上这身警服，但是我还是忘不了当年。Thank you.
在倔强，我为何还要仰望？命运里我早已疲惫，却像个孩子寻找生命的意义。我为何还在寂寞？我为何还不沉默？人世里我独行正义，像看不破红尘的小沙弥。梦不死，若不死，男儿有诗经的想，相思难，舍离难，心中终成不回来。就这样倔强，就这样仰望，就这样寂寞，就这样沉默，就这样倔强。有请纪念奉献五星好人标兵姜文之。姜院长，刚才看领导啊，那可是，经常到这个老人大爷大妈这个屋里，我看您还给他们梳头啊，洗手啊，然后还按摩呀，至于吗？那下面咱们没有工作人员吗？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呢，就是没有专职的，服务人员这个也得做饭，然后我院长呢，既是院长也是服务人员。而且还得值班，也得值班。哦，还得值班。一人多职。您还能兼什么职？厨师。厨师。保洁员。那没问题。都没问题。这都是我平时做的。我看刚才包饺子，都在那儿给咱们大爷大妈都干着。是。哎呦，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您怎么走上这一行，到青岛这工作的？嗯，我这是我们镇里的那年评选那个好儿媳、好婆婆。然后我被评为好儿媳，后来这里呢就把我选到青岛院。有多少年了？应该今年是21年了。嗯，然后这20多年一直这么默默在工作，我觉得您特对敬业奉献五星好人标兵这个称号。那您在这21年当中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坎？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最难的事儿是什么？啊，最难的事儿。应该说20多年坎坎坷坷很多，但是我印象在最深的就是我到青岛院上班的一周吧，我们有一个大爷叫张克俭，我印象特别深。他那天就是我刚上班一周他就去世了，然后呢我带着全体老人跟工作人员一块儿跟给老人那个就是最后告别。那个时候我就鼓励勇气，因为我刚到青岛院嘛，既得让老人认可我，还得让工作人员服气我，所以我就壮着胆儿，然后到这老人的遗体前面掀开了，从上到下看，然后看看这个给老人拾掇的整齐不整齐，干净不干净。